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圈懒人包的部分。下周就是初音二单合作的最后一周了。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会有全新的梦魇级降临。这个梦魇级的话，10月30号礼拜一晚上10点会开。然后有没有看到关卡设有进场条件哦？召唤师需准备5属性成员来进行战斗。好啦，那就跟下游节梦魇级还有四风灾二是一样的，队伍里要有5属才进得去。这张初音未来的话是暗属性的机械，队长既是虚拟歌手，还有暗属性成员攻击9倍血回3倍，消除队伍成员属性腐蚀的时候，全队额外3.9倍。那如果是消到大于等于3种腐蚀的话，虚拟歌手会再有一个额外的3.9。队伍技的话，我们先看这张暗机械的初音未来做队长跟战友的选项，必然延长转租时间4秒，无视燃烧，所有浮石兼具虚拟歌手成员属性浮石的效果，并且虚拟歌手成员会有攻击3倍以及无视故事一。移动浮石后，点击场上的浮石一次，将该种浮石引爆掉落暗机械浮石，每消除一颗暗帮你增加3康，最多就是加到39。再来，我们继续看上右半边，根据你消除名字有初音未来的角色浮石的属性，名字有初音未来的成员会追打该属性一次，并且会获得1回合效果。水的话是回合结束的时候引爆冻结浮石，火的话是全队攻击2倍，木可以全队无视攻前，光可以在回合结束的时候完全回血，暗的话则是让你无视黑洞。再来就是这张暗机械的初音未来当做成员的话，并且你是用虚拟歌手当做队长，它可以直接转化为队长的属性哦。主动技的话有2招，我们先看 G1 CD3 就可以发动了，解除虚拟歌手成员的疲惫状态，并且把3粒或9粒浮石转化为自身属性的机械强化珠。G2的话是 CD9 才可以发动，如果发动技能的时候队伍中成员有自身殒命轮回的话，自身 CD 会减3，39回合内一步一伤伤害减到0，并且把队伍中自身殒命轮回成员的攻击机制加入自身攻击机制。另外机械成员无视连击相等哦，机械无视连击相等的卡也真的算稀有种。如果队长是初音未来合作角色第二弹的话，队伍技能的拍子判定必定为强拍哦，每回合结束的时候帮你完全回血。羁绊的部分这边可以无视3、4、5属，另外还有一个39%攻击追打一次的选项。再来是全新的挑战任务，那这个挑战任务只有虚拟歌手可以进关。春之美梦送樱花未来是火属性的机械，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引爆所有浮石掉落固定版面的火星机械浮石，一回合内机械成员攻回 1.6 倍，并且让你无视2、3、4、5属。如果队伍中只有机械的话，回合结束的时候会再转火星一次。技能看到这边，大家应该有联想到某张自家卡吧？没错，我就是潜能解放之后的鹰哦。再来是，就算到了最后一周，龙科关卡依旧存在。这次轮到的是寻音流歌。然后有没有看到这张寻音流歌的话是暗属性的龙族哦？至此初音合作第二弹第4个种族也出现了，是不是该来打八风灾二啦？没错啦，它就是跟自家卡的伊莲尼亚结合了。主动技的部分是 CD6可以发动，完全回血，一回合内全队攻击2倍，消除浮石后单数直行首批掉落暗龙族珠，双数直行掉落心墙。最后的话则是自家关卡的部分，它是跟万圣节有关的活动，其实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5张角色。这一次的话必须用官方提供的队伍来通关。除了这些旧角色之外，还有一个全新的南瓜灯武装龙客。武装龙客的武装技能是自身对暗属性目标额外 1.5 倍，对魔族再一个额外 1.5 倍，龙客开下去分别可以延迟暗属性敌人1回合以及魔族敌人1回合。还有一件事就是下个月月挑战又要来了，不知不觉2023只剩2个月了齁。 OK， 以上是本周圈懒人包的部分，带大家抢先看一下。大家对于自家卡或者是初音未来最后一周还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